书接上文的课后作业，我们来揭晓答案。Bloody Mary 它是一个 highball 结构，伏特加跟番茄汁的完美组合。Bloody Mary， 爷青回。你们喜欢喝血腥玛丽这杯酒吗？我们今天会用新鲜的老番茄做一杯好喝的 Bloody Mary， 是真的好喝的那种好喝，不好喝你打我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做一杯澄清的血腥玛丽，我愿称之为血清玛丽。好久没有斯卡斯血腥玛丽 Bloody Mary 发源于纽约瑞吉酒店，原版是用罐装番茄汁做的，怎么要因地制宜用上 B 站的土特产一颗老番茄，小番茄还不行啊，准备一颗新鲜的老番茄切块块。它除了是个伏特加跟番茄的 highball 之外，它还是一个 savory 冷汤类型的酒。身为一款冷汤，随身携带盐、胡椒、芹菜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盐两克，胡椒两克，多加点香。芹菜苦精三甩，血腥玛丽应该是心狠手辣的，所以我们加上美国辣椒仔 Tabasco 猛加。不能吃辣的人可以选择微辣，也就是六爽，丰俭由人。那这杯酒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料，伍斯特酱，在广东叫 Ketchup， 在上海叫辣酱油。那家庭调酒没有辣酱油就不要强求，就像爱情。3小时47分钟，12秒之前，我想不到我会失去它。我想我知 Ketchup 已经过了期，但之后你感激生抽会不会都 OK？李锦记生抽适量，适量是一种中式哲学，浓糖浆十毫升。如果这个老番茄比较鲜甜的话，糖可以少加一点。柠檬汁十毫升，绝对伏特加30毫升。咯楞咯楞，给他们搅碎碎，混合在一起。出过滤一遍，然后我们加冰 shake。最后杯口沾上盐跟胡椒，再挤上一个薛定谔的青柠角，满杯番茄，超好喝的血腥玛丽就做好了。澄清血腥玛丽，你也可以称之为血清玛丽、贫血玛丽、龙吟玛丽。血清玛丽是用到墨西哥的 mezcal 来作为烈酒基底，带来一些烟熏青椒的味道。两个新鲜番茄切块块，盐猛加，胡椒猛加，芹菜苦精三甩， Tabasco 美国辣椒仔猛加。38下，我也是数的38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滤是会损失风味的，而辣味在这杯酒里面很重要。因为这里是两杯份的，给10毫升的海天苹果醋去代替伍斯特酱，20毫升青柠汁，20毫升浓糖浆。你以为我在调酒，其实我在做菜。出过滤一次之后，得到了番茄碎，这个东西等下有用。之后用咖啡滤纸二次过滤，得到血清玛丽的血清，然后加冰搅拌。同时出滤剩下的番茄碎可以搭配薯片做成一个薯片 taco， 作为这杯酒的 garnish。 还可以哦，这里有两杯份，滤了一晚上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 Today is Taco Tuesday。好喝不？好喝，就是有点辣。同时，它也是一个零浪费的鸡尾酒。所以，这里我们把一个番茄解构成了番茄碎跟澄清番茄水。那我这个创意是想做一个墨西哥风格的，所以我们用了 mezcal 跟做一个薯片 taco， 你可以称之为墨西哥玛丽。做澄清有很多种方法，咖啡滤纸澄清是里面比较简单的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直接用离心机做澄清，5分钟就搞定了。还蛮辣的，中辣版。如果你喜欢那个番茄味道重一点，你可以把 Tabasco 跟酸甜都降一降，但是盐不要少放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啦。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学废了，学废了就可以交学费了。是有点辣。这个视频呢，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有澄清鸡尾酒这么回事，标题说的如何把血腥玛丽做成喝不起的样子。
雪青玛丽就真的比雪青玛丽更好喝或者更厉害吗？其实不然，澄清让你得到了一杯透明赏心悦目的酒，同时也让你失去了番茄纤维的口感跟风味。仔细想想，万物守恒，当你决定你要得到些什么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失去些什么，当你失去些什么的时候，相应的你也会得到些什么。